大家好，关于这个剖腹产术后腹壁瘢痕的问题，有的人可能这个瘢痕呢相对比较明显，有的人甚至咱们在门诊可能看到一样，就是说他的瘢痕像一个蚯蚓一样的那么一个疙瘩，瘢痕疙瘩，然后有的人可能根本就看不出来。那么这些呢，可能我觉得还是跟个人的体质还是有一定的关系的。一般的咱们现在呢剖腹产呢用的基本上都是那种可吸收的线，相对就是说吸收应该是好一点，所以说有的人可能对这个线的吸收不太好，那么他可能就是一个异物先端包没进去，那么这样的话可能就瘢痕要大一点，有的人可能吸收好一点，那么这样的话就相对的瘢痕要小一点。一般来说咱们剖腹产以后的瘢痕呢，要求咱们产妇呢尽量的避免吃一些刺激性的食物，然后尽量的避免不要穿那种低腰的裤头，因为这个瘢痕的部位正好是咱们这个裤头的这个位置，那么这个边呢可能对这个瘢痕的摩擦刺激也容易引起它一个增生，可能形成这个瘢痕疙瘩。还有一个情况就是说可以适当的用一些像瘢痕贴呢、消疤灵呢这些药物来辅助的进行治疗。所以说对于瘢痕的形成呢，咱们要求咱们尽量的就是说产妇呢就是一定要术后呢要进行一个合理的衣着一个饮食以及一些心情调理，那么这样的话有可能对这个瘢痕的形成减少有一定的关系。